王一川，十一月二号，台湾会馆的一年一度的木口会里面来，已经接受邀请。你们今天来，明年就这个地方就没有了，因为你这个招牌还是基础，明年就要整个拆掉。会馆公民以前要盖四层楼，其实三层楼有个假，三层楼估计是1200万，嚯，大概都出现了，无问题啦。科比来，这个建筑增加多少钱？增加1000万。所以本来是要建三层楼，还有42个英里的卡罗米尔，很多人弄点地料啊，没来逛家，他只有搞。所以，我听圣城的开三楼，开三楼要1700万，起码无1400万就三百，300万拢靠民间，哦，300万就你再帮忙，安尼就贷款，了无？不过较大声。300万，安就当打起来，安好。安会馆就有一间足赞的啦，足有面子的一个台湾会馆啦。哦，啊，最近台湾这个新闻话题，大家有咩看 YouTube 无？看啊，有看无？我这精彩，你无去看？安就拢没有上法律课，也不知道宪法是怎么样子。吼、哦，变到作水鬼，变到作较脏。啊，当然，我即摆在遮熟悉一个人，叫做汪小明。汪小明，汪医师，博士，佮你教者，既然啊，行政院的院长说，我来咨询你，你是下对上，我在上面，你在下面，林晨你要听我讲，我的方律师在这里，一个大法不是大法官，一个教法律的人，一般人起码不要说法律系的学生，一般有常识的，台湾是五权宪法，5个部门是允许的，各司其职。他认为他比行政院长大，比会议包括你比行政院长大。陈建仁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他从来不会变换这个镜头。陈建仁都笑，陈建仁，你干啥？你执行我。你在上，我在下，我都爱听你话哦。你跟我韩国院长，你同意这样子吗？你认为他执行我是上对下吗？他一讲，我这汪小明他今天蛮好的讲，台湾的有叫政治人物了，这法律的 A。101的真相，101的不及格，真的。还有他说，你们开这个新华网你是干什么啊？我立法院是行政院的上面，立法院决定的行政院就要发落啊。你们开什么新华法庭？立法院通过的，你行政院就要执行啊。他这样讲呢，我讲，到底这个博士的，诶，论文是伊人介绍，伊人是大法官嘛？汪小明的先生是大法官，是以前马英九总统的聘任的，林先生的资格就比他，啊，这汪小明真的看不出来。这一种，你如果看这一次宪法的辩论哦。人家大法官司都是在法界非常有知名度的，他都是很有人格的才会选上，都有的比较偏门偏僻，但是起码他一定有自己的 price， 不可能说一个大法官说
完全太偏袒。大法官，你看他们在辩，他们是用法来论法，有站在宪法的角度说为什么这次他有释宪，释宪是哪个地方违背，啊哪个地方不违背？人家大法官，他们是在台大是在教书的，伊那是大法官的大法书的呢。啊，所以我真正，我做医生的嘛，我这种办啦，啊是我为你研究的，因为我嘛无这个机会讲，到底这个问题是啥物意思？啊，辩论是一个啥物问题？但是，林在哲对台湾有信心了无？无论真正假，看到人家听到讲啊，虚虚的。好啊！我一看嘛，我对台湾少年的弟兄，我一点自信心都没有。我从1996年到这次的选举，每4年都带助选团，很多助选的团也在这里，对不对？好、哦，左团长跟你打票。你在街上拜票的时候，你呢？有一个类似北部人哦，你发传单。有一些年轻人或是高中生，他们也很有风度了。你在发传单吗？你发给他吗？他不想拿，而且他顿了也不好意思，他怕伤你的心。我是这样解释来的。然后他怎么做？他就回走回路，你说会碰到他，他就是转一大圈，走到外面走过去。所以当时。我对台湾的年轻人，我一点信心都没有，觉得他们被弯转了，没有在关心台湾他们的政治、台湾的权利，而是他们以后要住的地方，他们以后要成家立业的地方，我真的有点担心。但是，从太阳花以后，我的想法全部改变了。太阳花的时候。他在行政院院长，不在立法院里面，他们分组分得很清楚，他们甚至可以用网络跟全世界的年轻人连线，把资料不是英文，不是日文，所有在大学里面读各系的外交系的都进去帮忙把资料经过透过网络传给全世界的人，我就看到这个时代绝对是超过我们这一代。所以你说你有信心，我也同意。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太阳花的时候开始。这次青岛活动也是人，你看这个年轻人了、哦、不是看到你们年轻人。你那边来的，你那边来，我跟你讲讲，别动。哎，我是草莓来的，我胸腔这么摇，你看我哪里会骗你？我是做，我不是做那种赔钱来的，我只要怕呢，人工给他翻呢，拜，看你抱着期待的眼光，要看到这三个人，那三个人没骗。啊，你看今日咱苦苦的等，安尼，啊，出来那边。你说你对待我最不放心的是哪一部分？其实这个蔡英文太多讲过，但是不能公开讲。最没有信心的政府的两个部门，一个是军队。所以你看蔡英文过，那国防兵工哪有三军统帅穿裙子的？他就证明给你看。穿裙子也可以当得很好，不过他蔡英文两部女嘎心嘎出来哦，那上面有什么演习他都去参加，他很注重军人的福利，因为他知道很重要哦。当然那你肯定该要这样讲，但是我为什么说我有一点担心，因为你有没有看到两个新闻，一个中国派飞人的无人机啊，
机飞到大阪就是咱们金门地区的前线嘛，哦，哎，有看到，哦，我们的那些兵啊，有看到无人机来，里面没有无人机哦。我们的军队怎么走，你知道吗？哎，我们找弟弟。哎，敌国的武器到我们的上空，我们没有办法打下来，大家跑去躲了，那就给人咨询了哈。这个报纸都有，报纸都被操控了，关键还是气量哦。他们对光波学长说：“你看操控怎么样？”哎，这次把收获后面进行。啊，这是差不多去，大概去年的事情，一个是比较近的，连个人都管的。有一辆游艇直接冲到淡水河上岸，哦，我问阿姨，台湾的海防是在干什么的？啊，你很容易就这样进来哦，啊，以后就这样进来就好了。他说一次100个钻，他就到处点火捡加点刷，打大火你都无点，那带几个带火的带完的没地方，有这么烂惨的事情，我真的，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心情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也不是国防部长啊，我很惨的样子，哦，哎，我们要看用证据嘛，哦，这很明显的就是有漏洞的，无人机来敌国的，你来讲哦，你讲是一个切特斯来，你把包粉。你所会干嘛拿下来，我这个大问题，因为被吸氧嘛，哦，飞机哇见到台子，哎，无人机一个机器而已啊，要打下来，所以不过快去，那个观众很台面的角度考虑啊，美国对台湾的，其实全世界认为说中国不会打台湾的。就是台湾人，全世界大家都是认为说会战争的机会很大。每一次台湾有经过我们外国护士的来，哎，你们台湾怎么嘛？因为台湾是边内嘛，对不对？等你打完了老师嘛，他们都比我们紧张，这关心呢。但是你跟台湾真的。阿无是变咯，啊，阿无是变咯，啊你拍来嘛拍来，阿无拍，无把它继续跳舞领袖就好啊，安那拍来，啊拍来怎么死啊？我真的，蛮多人有这个心态，我是觉得很担心。好，那美国会不会保护台湾呢？啊，会保护的举手，哎，一半。不到一半，我们竟然对这个这么信心呢？怎么会这么没有信心呢？拜登，如果中国的军队打到台湾，美国会不会出兵？谁讲的？啊？拜登，哦，拜登，对不对？哦，拜登。叫总统，那总统蛮好的。上就讲我们，伊讲美国会出兵哦，跟乌克兰不一样。乌克兰是很快，你讲边个我惊死啊，好吧？啊，你个 M16 嘛 ，M16 给你，M88给你，阿爸你难怪。但是拜登是说，我们会出兵保护台湾。好，拜登了。哦，台湾军工讲五次啊，五次在是 NBC 的 16 minute 这个短节目讲，以后要保护台湾是西点军校讲的哦，这比现在讲的呢，都是大的场面。他访问日本的媒体，问他，他站回了讲五次，啊，那个川普有没有说要出兵保护台湾？哦，对了，伊讲用台湾，
我的飞船大到北京，啊，这回你可要上船？你可要上船？我是无介上船，因为这当然袂好人的。这我是无介上船，啊，伊就是做哪里个？伊就是做安尼，都啊是，啊不嘛袂讲，袂当反正伊想到伊就。伊个飞船就伊个镜头啊，两次咧就做了，嘛好在我袂啦吼。但是我是个存疑啦，因为这个人真的 unpredictable 是这样子，系啦。哦，安尼飞船去北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你这边讲诶啦，从这边咧，我嘛是感觉中国跟美国终究要一战，什么时候不晓得而已啦。啊，中国无咧。我向美国挑战主要是伊的军力差美国跟差太多，差太多了。在航空母舰那个程度差太多了，这个没，所以他一就要面临扩张嘛。行嘞，啊，那你是来我嘛？你是讲话无话啊？啊，你不来，好来好，你来多讲三句。哎呀，这个碰头是来稳。